各部门注意，这不是演习。前方高能预警，非战斗人员请撤离。提高安全意识，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一次放灾演习。如果说倾国倾城也是一种灾难，本小姐必是罪魁祸首。本小姐的魅力让人无处可逃，防不胜防。天空一声巨响，本小姐闪亮登场。青稞，你还长尾巴了？抱歉，下次还敢。有谁知道发生地震的时候第一件事该做什么？应该尽快疏散到室外空旷地带。机关里的空旷地带，比如小树林。小树林更不安全吧。有谁在念叨我？如果不能去室外，就尽快找到头顶有安全遮挡的角落，抱头蹲下。那卡提亚来给我们演示一下吧。找遮挡物啊，遮挡，嘿嘿，这下安全了。Cut！ 你们认真一点嘛，一点危机感都没有。因为知道是假的呀。缺气氛吗？还得本小姐来。妖狐驾临，闲人回避。真的地震了？不是真的吗？这不是本小姐的锅。地震的第一件事干什么来着？救命！救命！快逃啊！救命啊！地震发生时一定不能慌乱，早早这是错误示范，好孩子不要学哦。喂，那你们又在干嘛？总之先发朋友圈。不对吧，这个好孩子也不要学。想了解更多生活常识吗？记得要三连哦。